哎，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如来受量品第十六，经文在第318页，318页。这是说佛在成点界前成佛，成佛以后，三世义务尽未来际利益众生。现在是讲到未来世的利益众生的情况，就是处置下第三名未来义务。这里有两段，第一证明非灭畅灭一义未来，本来无所谓入灭涅槃，但是为了要使众生得到利益，方便实现所谓涅槃。那么有两段，第一名本实不灭，本来并没有入灭的这种情况；第二名方便畅灭，为了要利益众生，只好方便畅灭。这都是上次讲过的，就是在第318页的第三行，然今非时灭度而变畅言，当取灭度，如来于是方便教化众生，并不是实际上需要入灭，但是为了利益众生，不得已方便这样示现说有灭度。那么接下去引自下第二段说，是须畅灭意，解释为什么要示现入灭呢？唱是宣说了，对大众宣布，说明需要入灭的这个用意啊，有两点：第一，不灭有损；第二，唱灭有益。所以者何？所以本来无所谓灭度而需要唱灭来利益众生的原因何在呢？就说明这个不灭有损。若佛久住于世，薄德之人，不种善根，贫穷下贱，贪着五欲，入于异乡妄见网中，若见如来常在不灭，便其骄之而怀厌态，不能生于难招之乡恭敬之心。这一段文就说明，如果佛住在世间，尤其像这个五浊卧室的地方，住在这个世间太久了，不入灭，不入灭，在世间住久了，对众生不但没有利益，反而有损了。那么为什么说没有利益反而有损呢？所以经文说，若佛久住于世，如果说佛住在世间住得很久，不入灭，说一句浅白比较粗的话，就是说佛是不会无常了，不会死了，永久住在世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薄德之人，福德很薄的一些众生，他不种善根，他本来就不肯学佛，不肯种善根呢，现在看佛常在世间呢，他觉得没有什么稀奇嘛，反正佛总是经常住在世间的，他要救人嘛，他是大慈大悲的，我如果死掉了下地狱，他要拉我一把，没有什么问题的。那么因此他就不肯修善，不肯种善根了。那么由此啊，他不种善根做什么呢？他就增加造这个恶业，造业由此就会增加贫穷啊、下贱啊，这世间的种种苦事啊，他都会得到的。那么而他现在看到佛在世间不入灭，那么他呀
就觉得这个修不修无所谓了，反正佛在世嘛，那么他就先享受一下再说，贪着五欲，贪着爱着这个世间的财色名食睡的五欲，或者是色声香味触的五尘的境界，也叫做五欲，实际上五欲总不出这个五尘境，贪着这种的享受，那么他的这种的贪着心入于意想妄见网中，一想，他心里老是想着啊，先享受再说，反正佛是渡人的，他既然在世间嘛，我如果碰到有什么苦难，他会救我。现在我有这个机会啊，我好好的享受一下。他心里老是想着这些，享受贪着五欲的境界，这都是希望不死的。他升起这种的见解，那么好像被这个世间五欲的尘网啊网住了，好像这个鸟啊被网网住了，飞不出去。他的精神就被这个世间的五欲沉浸网住了，跑不掉，他离不开，那么由此这种人呢，他本来就贪着世间五欲的，不肯修行的，那么他若见如来常在不灭，他如果看到佛常在世间不会入灭，那他更会升起这个骄傲，资种身心，懈怠放逸，这些毛病啊通通都来了，所以他就会变起骄资，由此就升起骄傲，我这世间有佛呀，他反正随时都会救人的，他是大慈大悲，那么升起骄资之心，资种呢，放种身先去懈怠放逸，造罪业，所以资。而心里对于这个学佛修行啊，他升起一种厌离懈怠的心情，反正佛在世间嘛，我何必那么用功修行啊，他就懈怠厌离，他就不能生于难造之想，他看到反正佛常在世间，他不会觉得难造难遇啊，造是遇，难逢难遇，他不会觉得难遇啊，反正佛跟我在一起嘛，有什么难遇啊，随时都可以见到，没什么稀奇，那么因此他对于佛也不会升起恭敬心啊，很平常嘛，天天见面不过如此而已，所以啊他这恭敬心也不升不起来。众生对于这个世间五欲的沉浸的爱着呀，一旦入迷之后啊，那真是很难教化的，他也舍不掉，也很难舍离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有这么一回事，有个小国的国王啊，他正在王宫之中享受他的快乐，唱歌呀跳舞啊，这个世间的沉浸的享乐他尽情享受了。有一天释迦牟尼佛带着侍者阿难从这个王宫附近经过呀，听到这个王宫里面的唱歌造乐种种的那个娱乐的声音，听到之后释迦牟尼佛就在那慨叹了，穿打盔了，慨叹，慨叹了之后啊就说了，他说这个国王可怜他现在贪着这个娱乐，可是他的生命啊只剩下七天了，再过七天就会死掉了他生命只剩下七天。我来问佛说，那师尊你怎么知道呀，他说我在他的乐声当中就听出他这个七天要死的那种的情况实际上佛是有他心通，知道这个国王再过七天就要死那么这个国王跟阿难是有朋友那么跟阿难是有这个很好的朋友的关系了，纵然他对于佛不怎么生信心啊，但是对阿难的这个印象是很好的，那么因此佛大慈大悲啊，他说阿难啊，那你就发心吧，您去劝劝他，劝他赶快来出家修行啊，免得将来七天死掉之后堕落你去劝他吧。然后阿难说，那师尊您去劝他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我去啊佛对阿难说，这个人跟我的缘不深，我劝他未必能够接受，而且王宫我也不方便随便进去，
你是他的朋友，你不妨去吧。那阿难就接受佛的叮咛啊，就到了这个王宫去见这个国王。国王听到他的朋友阿难来了，他就停下来呀、啊，就来见了。尊者，你来见我有什么事啊？那么阿难就是开门见山，第一句话就说：您在这享受快乐固然是很好啊，但是刚才我在这经过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师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话呀？他说我不大方便讲啊，恐怕你不高兴。那没关系了，你说吧。他说佛说你的生命只剩下七天了，你这享受快乐只有剩下七天就要死了，死了死掉以后还要堕落啊。说佛说你赶快出家修行啊，免得将来堕落啊。他说既然还有七天嘛，没关系啊。还有七天，我今天再享受，明天再来吧。你明天来度我好了，我今天不出家啊。那阿难也没办法呀，他说明天就明天嘛，明天阿难再来了，来哟，哎，大王啊，你的生命只剩下六天了，今天只有第六啊、只剩下今天算起只有六天了啊、那么佛说你再过六天就死了，你赶快跟我出家吧。那六天吗？六天没关系，明天再来吧，明天再加过来了。那他还是不肯去，哎，那么阿难也没办法了，第五天再去。他还是一样的，还有五天吗？五天没关系，哎，明天再来吧。就是阿弥陀仔过弥陀仔啊。那么一天一天过去了，到了第剩下两天了啊、那么剩下明天一天再过就要死了。那么这个那么就是七天算起的第六天去了。阿难说：“大王啊，你怎么老是舍不掉啊？”佛说你顶多按照着前面的算时间算到今天来啊，你只剩下明天一天明天一天你不出家的话堕落不是很苦恼吗？那赶快跟我出家吧。他说明天吗？那明天没关系，我明天去吧。还是明天，还是弥勒仔啊。那么等到最后一天第七天第七天阿难去了，就开门见山一句话就说：赶快啊，你现在不出家明天就要死了啊、说不定今天晚上半夜就死了，赶快出家吧。哎，他听到这个话，因为人总是怕死的了，既然说是明天也许半夜就要死，那么他就舍掉了，把这个王位交代好了，他就去出家了。只这么出家一天死掉了，不但不堕落而且升天了。这是出家功德经的里面说这个出家功德的话。那么这我说这个故事是说世间人他贪着这个世间五欲之乐啊，明明跟他说再过几天要死，他还是要享受，还是要享受啊，他还是不怕的。所以这个世间的人贪着五欲，入于异乡，望见网中这个情况，也看这个国王的实际情形，就可以证明出来啊。如果佛常在世间不灭，哎，老师会告诉你，你还有几天呢？那你就等啊，等到最后一天才出家才学佛了，那不是办法，所以佛只好入灭了。所以不灭有损，如果佛常住世间不入灭，对于世间人只有损而没有利益。第二说唱灭有益，宣布要入灭，对众生有利益。这个唱字啊，就是宣布了，公开宣布了啊，并不是像唱歌那样子唱出来了啊，这是这个唱字就是宣布，公开宣布啊。玄牧说佛再过没多久就要入灭了，前面见宝塔瓶不是说过吗？法华经说过了，不久就要入灭了啊。是故如来以方便说，比丘当知，诸佛出世难可止于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佛要对大家玄牧说要入灭啊，所以如来就是佛了就是这样方便的对弟子们说，以比丘弟子为首领，所以对比丘说，你们大家应当要知道，就是佛的四众弟子，你们都得知道，诸佛出世难可止于啊，佛出现时间要遇到很不容易啊。大家听过这个化成玉瓶吗？化成玉瓶里面不是说吗，有些地方啊经过无量劫见不到佛呀，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现在衔接有千佛出现时间，释迦牟尼佛第四尊，将来弥勒佛第五尊，可是我们在佛前佛后是八难之一，见佛谈何容易啊。所以诸佛出现时间
很难遇到了男口直意，直也是遇啊，就是很难碰到佛出现世间的。所以者何？所以我说佛出现世间难逢难遇的原因何在啊？珠宝的人过无量百千万亿劫，或有见佛，或不见者。世间福德很薄的人，不能说他没有福德，没有福德就没有做人的机会了。能够生在人道就是有一点福德了，可是他的福德不够深厚，很薄。这个薄的之人呢，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还难见到佛，劫是大劫啊，世界成住外空一变就是一个大劫。经过无量百千万亿劫，或者能够一次见到佛，或者根本见不到。前面在化成品里面呢，这个十方天王，十方的大梵天王，他所说的境遇，有的130劫，有的几千劫见不到佛，所以或者偶然能见到，或者是根本见不到的。所以说，或有见佛，或不见者，或是不一定的，或者是能见到，或者见不到。于此事故，我作是言，因此见佛难的缘故啊，所以我就说了这个话。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了，诸比丘，如来难可得见呐、你们佛弟子们应当要知道啊，佛出现世间难逢难遇呀、百千万劫难遭遇啊，要见佛很不容易的。思众上的文如是语呀、必当生于难遭之乡，心怀念慕，克量于佛，变众善根。这一类众生听到佛难逢难遇，难得见到，听到这个话，闻如是语，如是指上文说的佛难逢难遇的话呢，他听到之后，必定应当就会升起一种难遭难逢之想了。遭是遇到，难遭就是难遇，百千万劫难遭遇，他觉得这个见佛很不容易啊，所以能够见到佛好像由单发出现一样，很难得到，那么因此见到佛呀，心怀念慕，内心怀抱着一种对于佛的这个怀念，心慕之情，念念不舍，所以念慕。克量于佛，好像人没有水喝，很需要水的那种情况，对于佛很不容易见到，他必定需要见到的这种心理，所以克量于佛。那么由此直凭这个觉得难遭难遇的心怀，仰慕于佛，克量于佛这种心啊，他对佛就有恭敬了。那么因此有恭敬，就会种下善根了，变种善根。是故如来虽不实灭，而言灭度。因此之故，总结上文，佛实际上不必入灭。前面不是说过吗？最初行菩萨道的福德寿命，就是算到现在也还没尽，何况是成佛以后所得到的福德寿命，那更是无量无边了。所以他何必一定要入灭啊？本来他本来就是不生不灭。那么虽然实际上并不必入灭，可是为了要使众生得利益而言灭度，所以对大众宣布说要入灭，灭烦恼度生死就是涅槃，灭度就是涅槃的中文的话。这就说明唱灭有意，对大众宣布说佛法华经说完之后经过涅槃会，然后就80岁要入涅槃。那么宣布佛要入灭，以众生只有利益而没有损害，所以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要宣布入灭。那么也就是华严经说的，应以涅槃而得度者，示现涅槃而为说法。有些众生需要见到佛入灭，看到佛的舍利，然后才能够种善根而得度的，那么佛就示现入灭来做度化因缘，那么原因就在此，
这就是明未来义务的第一段，第二段，是需唱面议，解释需要唱面宣布入面的用意啊、那么布面由神，唱面由义的缘故啊，所以佛需要宣布要入涅槃。那么到此为止，法说章中第一段就到这里说完。下面是总结不息，法说的第二段总结不息啊。总结上文，虽然说不必入灭而要入灭，这个话是实在的，并没有希望的过失啊。所以说，又善男子，诸佛如来法皆如是，为度众生，皆实不虚。还有，你们大家应当要知道，善男子就是佛弟子、菩萨的通称啊。现在这个善男子是通称法华会上所有的听众，四众弟子包含在里面啊。假定说以前的讲经没有来听到的，刚刚来听的，他就会觉得很奇怪啊。佛也是重男轻女呀、啊。他老是称善男子，就没有称善女人，瞧我女人不起呀、啊！哦，那么他不了解这个善男子是对弟子的通称，对菩萨的通称，所以佛经里面往往称菩萨叫做善男子啊。就是女性的佛弟子啊，不要以女性来局限自己的身心啊，这是一种假象，本来没有男女的假象可得。那么现在这里称善男子也包含善女人，你们都在里面啊，不要以为只称善男子而没有称善女人，实际上它是包含在里面的。那么这里这一句话是通称当时灵山会上的所有听众啊，四众弟子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听众统统包含在里面，不是单指男性啊。佛的众弟子们宣布说，诸佛如来法皆如是，佛出现世间度化众生的方法大家都是如此，每尊佛都是一样，佛佛道同，彼此都是相同的，都是用这种方式啊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啊。为度众生皆实不虚，为了要度众生，上面所说的都是实在话，没有一句虚妄的啊，显示为了度众生的这些权巧方便，通通都是实语，绝对没有希望。前面是法说，法说说完了，下面是规则下第二比说，用比方来显示佛需要宣布灭度以涅槃来利益众生的用意啊。这个比说有两端啊，第一利比，第二法合。先建立这个比方的意义，然后用法义来汇合这个比方的意义啊，所以叫做法合。利比有两段，第一两一比两一至子比，比上三世异物。第二至子十一比，比上总皆不虚啊，就按照上面的法说的意义用这个比方啊，也是一样的配合两段。先讲第一良医至子比啊，良医好医师啊，治疗他的儿子，这比别人更是重要的，是治疗他自己的儿子啊。这个比方哪来比作三世异物，佛成佛以后啊，成典界前成佛以来啊，那么在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当中利益众生的实际情况，物就是众生。这个课文呢又再分三段啊，第一远行比过去异物，第二还来比现在一物，啊，
第三，拂去鼻，鼻未来一物，就是按照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三十一物啊，来说明这个比方的道理。先讲第一段，远行鼻，鼻过去一物啊，就是有是远而远行，这个比方是鼻过去利益众生的这个事实。经文。比如良医，智慧聪达，明念方药，善治重病，其人多诸子息，若十、二十乃至百数，余有四缘远至一国，这就是远行鼻，鼻过去一物。这里先讲一，然后说两一。一，医师呢，医者治病的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啊。既然不能做国家的良相，那你就做良医，做好医师来治众生的生病吧。这个一是治疗生病的，人这个身体是四大五蕴假合而成，四大如果有一大不调，地水火风四大的身体有一大不调，就百一病生，四大不调就有四百四病生了，那么因此要有医师了解病情来治病以药来治这个，治病。按照法华文句里面的解释啊，对于这个医它有十种分别啊，医是治病的，大家都知道了啊。那么文句里面呢有十种分别，从这个最差劲的蒙古大夫一直说到最好的良医，有十种。第一种医师啊，他治病啊，不但治不好啊，而且病会增加啊，甚至严重的把人治死了啊，这是庸医，那真是蒙古大夫了啊。庸医他不但治不好，反而把病啊治坏了，甚至把命丢掉了。这最差劲的这种医师比什么呢？比印度的空见外道。空见外道，这个空见外道邪见呢，执这个恶取空，问题最严重了。他任意造恶业，叫人起邪见，一切皆空嘛，什么都没了，那还管他什么因果不因果，他讲空的，他邪见的恶取空啊，不因果，不无因果，所以说这种科大空，不因果，茫茫荡荡招亡招养祸，这个最可怕的啊！他只是叫众生断善根，严重的法身慧命整个被他消灭掉，这就是最差劲的医师啊！恐怕比蒙古大夫还要差几倍啊！不但是治不好，病还要增加，还严重的还要把人治死了啊！把他送到阎罗王那边去，最可怕的，这是第一种最差的医师。就比这个空见外道，恶取空的空见外道。第二，治病，他治疗病啊，病不会增加，但病也治不好，还是原来差不多差不多。原来有八两的病啊，给他治疗了，只是剩下半斤，他也治不好，但是也不会增加，当然也不会死了。这种医师是哪一种医啊？比这个印度的苦行外道。修苦行的外道，他们修种种的苦行啊，持牛戒，持狗戒啊，睡卧在这个刺棚上，或者是这个落天让他晒太阳，不穿衣服啊，自恶外道啊，这些他不修禅定，竟是修那些苦行，他修这个苦行有用吗？没有用，生死不但是没有办法了，也没有办法出三界，永久在三界里流转。所以这个病啊，他不会治好啊，没有办法治好。那么没有办法治好啊，他修苦行啊，也不会增加这个病状，不会增加病。
因为他不贪图世间享受了，他在修苦行嘛。所以这种医师啊，他治病啊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的病啊原来半斤病给他治疗之后还是剩下八两，还是那个老样子啊。水晶牛皮茶戏三斤半，冰落三斤半，懂不懂啊？客家话，这是治不好，治不好也不会增加啊，还是那个老样子。这是比印度的苦行外道，苦行外道你跟他修苦行吗？修苦行啊，不会解脱，不会解脱啊，当然就是没有办法把病治好了，不会解脱嘛，那么也不会增加，因为他修苦行嘛，不贪图这个世间享乐嘛啊。但是这个没有用啊，这种的意思没有用啊，所以治病不增不损。第三种，他治病啊会好，但是好的不彻底，不会完全好，而且好了啊没有完全好，不久他又恢复原状了。这是什么？比印度的修世间外禅的外道，他修四禅八定啊，修四禅八定可以升到十界天，可以升到五十界天，暂时享受一下。他能得到禅定，就是比方病能治好，比方病能治好。但是他这个爱着世间的味禅，味是味道了哦，禅味太好了，贪着这个禅味的享受，因此他没有办法断绝，没有办法断烦恼。既然不能断烦恼啊，结果啊，他这个禅定功夫虽好啊，升天福报享尽了，他又堕落。所以这个病啊，暂时好了一会儿啊，他不久又再发啊，病又再发了啊，不完全好，而且会再发。这个好像那个疟疾呀，马拉利啊，寒热症马拉利啊。那么把这个药吃下去，当下好了，可是明天又再来了啊。这种的治病医师啊，也不理想。啊，暂时稍微有一点好，可是没有两天他又恢复过来了。就是比方这个印度的能修禅定，能修四禅八定的外道啊，纵然修禅了、啊，暂时升天享受，可是最后还是不能解脱，还是有堕落啊。这个第一二三种啊，涅槃经称它叫做旧医，旧医，古医啊，旧的旧医。为什么叫做旧医啊？佛没有出现世间的时候，印度人都听信这些外道。佛还没有出现世间之前，印度人都听信这些外道的说法，啊，总不出这三种医师在哪里治病啊。那么第四以下啊，就是比方佛法里面的了，从小圣到大圣到一圣，啊，第四种治病的医师啊，他病能够治好，啊。治好也不会再发，可是不普遍，它不普遍，它只能治一种两种病，不可能样样都治啊。这就是比方修学佛法的声闻人、二圣人、声闻缘觉二圣人啊，有缘的他也会度他修学声闻法，但是他不发菩提心，不度一切众生。啊，他只发愿离心，求出三界。那么这就是比方二圣人，由慢发使见思惑断掉，就是把病治好。见思惑断掉，能出三界，就是病治好了啊，也不会再发，因为他已经超出三界，不会再发。可是他不能普遍的来这个治疗一切病人，他只能治疗一两种人，就是那个声闻缘觉的更新啊，他才有办法接受啊。那么其他。他不发菩提心，那么只是厌离心而已呀、啊。所以他只求自度，而不注重度人，不是完全不度人。如果完全不度人的话，声闻法老早就灭掉了啊、可是他能度，度的分量很少，就是只能度一两种啊、所以叫做不能变度，这是第四种意思啊、不能变质。偶然他能治一两种啊，例如那个汤头医师啊。把汤头锅瓜背得很熟啊，我从前也背过，但是我不敢当医师。背了这些汤头啊，你很熟啦，哦，四君子啦，八珍汤啦，十全啦，还有那个六味啦，什么什么这些名堂都背得很熟很熟啊。如果我背客家话还能背一些，
现在不好背了啊，背起来你们听不懂啊，那个不能懂客家话的啊，误会以为我骂他呢就糟了哦，还是不要背为妙。那么呢，汤头医师啊，他是按照汤头，什么病用什么药啊？他这个是什么病？感冒，感冒用什么啊？加味香酥饮可以啊，啊，他是中暑了，中暑什么可以啊？一元禅，一元散啊，或者是六一散，哎，可以啊，啊。那么他只是用的这个成方，古人固定下来的成方去治疗，对的啊，什么病用什么方，他只能这样子。您叫他变味加减，哎，没办法，他不能这样做。所以这个好像这个二圣人啊，他治病啊只叫他出三界。这是第四。第五啊，这个医师虽然兼治一些病啊，但是这个治病的方法不大好，叫人很苦痛，好像古代的开刀啊。那如果人被剑啊，这个手伤了，这个剑伤到骨头了，那么他要开刀的时候要把人绑起来，好像杀猪一样，把人绑起来，恐怕因为太痛了，他受不了啊，绑起来，那么这个没有用麻药，就是硬是把他用刀去刮，去啊，把他开刀，嚯，那必定是很痛的。虽然能够把病治好啊，可是这个治的方法不好啊，这个叫做捉度。做度啊，很巧捉的捉了啊，有那个大智度论里面说，这种度人方法呀，那就叫做捉度啊，度的方法不好啊，开刀靠的人家很痛很痛啊，都如果你有关公的精神也就不怕了啊。这个比什么呢？比这个藏教的四六度菩萨啊，藏教的四六度菩萨他是菩萨呀，他能变度人呢，可是度的方法是捉度啊，不理想，四六度，所以呀、啊，他开刀的时候叫人很痛苦。第六种的治病方法，啊，比较好了，很有巧妙的医术，用麻药，啊，有麻醉医师，哎，他这个开刀的时候不会有痛，啊，不会痛，也能把病治好，也能变治一些病，啊，可是他没有办法治那个必死之人。一定会死的，他没有办法治疗啊！假病能治，真病不能治。这个比什么？比通教菩萨啊！这个第六种意思就是，好像那个通教菩萨，他体法巧度啊，他度人比较巧妙啊，不像前面的捉度啊，开刀很痛苦。那、他用麻药不会痛了啊，他只能治这个有善根的人，他没有办法替人种这个深固的善根。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治那个必死之人，残疾人他渡不了。这是第六种意思了，一步一步慢慢好了啊。第七，他也能变治一切病，也不会有痛苦，也能治一切病都能治好，但是虽能治好啊啊，但是他不能一个时间总治一切病。他只能一个一个慢慢治，没有办法一个时间同时变治。这是第七种医师，比前面六种都好得多啊。这是比什么呢？比这个别教的地前菩萨。别教啊，还没有证初地之前的十三贤位啊，十住十行十回向，别教的这三贤位菩萨，他也能度一切人，他也有能力变啊，这个变度一切人啊。可是呢，他没有办法整个同时度，只好一个一个慢慢度。别教的修行方法，先空次假后中，不能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所以叫做不能变质，不能同时一切质。这是第七，比别教的地前菩萨。第八种的医师啊，他能一个时间同时治一切病，但是没有办法使所有一切病人同时恢复原来的健康情况，不能恢复原来的健康情况。这个比原教的实性位菩萨，实性位菩萨他的愿力很广大，原福原性原断，一切都是缘啊，所以他能够一个时间变治一切病啊，但是不可能叫他同时都恢复到原状。这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还没有深入
不能使令一切众生都恢复到原来的法身，因为实性为菩萨，原教实性为菩萨，他自己还没有证实，没有证到法身。他虽懂得这个教人证法身的方法，但是他自己还没证，他自己还没有证到，所以他没有使令众生同时都证到法身的能力，所以叫做不能恢复原来的健康情况。能够同时治一切病人都治好，可是他没有能力把这个所有的病同时恢复到原来的健康情况，所以好像这个原教的实性位菩萨就是这类的意思。这是第八。第九，能变治一切病，也同时叫他恢复原状，恢复原来的健康，这是最好的意思了。但是还不及不及后边的一种，因为它不能超过原来的健康，这一步一步深入。第九种的意思，能同一个时间变治一切病，也能使它同时恢复原来的健康情况，但是不能过本，不能超过原来的健康的更好，不能比原来更好。假如你原来是那个老样子，那把你的病治好了，只是恢复原来的老样子而已，没有可能叫他治到最好的程度比原来的健康更好，他没有这个力量。这是什么呢？比原教的四十位菩萨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包含在里面。因为他自己已经破无明正法身，所以也能使众生破无明正法身，所以同时能变治一切病，一空一切空，假中皆空，一假一切假，空中皆假，一中一切中啊，空假皆中。他能够修一心三观，所以同时治疗一切病，但是只能恢复原状，他还没有使令使他超过原来的健康情况，不能过本，不能超过原来的情况。这是第九种，就比这个原教的十住位以上到等觉位的菩萨，他的能力如此。第十个意思最好的了，最好同一时治一切病，不但是使他平复原来的健康情况，还有超过原来的健康。这个话怎么说呀？能治一切病，同时治一切病，就是佛，这就是佛。佛能使众生恢复原来的健康情况，那就是证道法身，证道法身。那么比从前的原来的健康更好，为什么会更好啊？从前只有信德没有修德，现在叫他修德圆满，信德才会就近显现。那么有信德显现而修德圆满，那加上修德就比原来的健康更好。前面只是恢复原来的健康，只是知道这个信德，可是修的还没圆满，信修这信修不二。到这个时候，他信德修的同时具足，信德已经完全恢复，修的要究竟圆满这就是佛的一佛这一位意思才有能力做到这个程度这是第十，就是最好的意思，这才是真正良医。佛在《佛遗教经》里面说过呀，我如良医，治病说药，服与不服啊，非医救也。佛在《佛遗教经》里面最后说，我就好像世间的良医一样所以这里说比如良医呀，比如良医，我就好像世间的良医，良就是好啊，最好最善的医师啊，他有医德，而这个他的医的方法最好是医圣，好像古代的扁戏那么他有这个医德甚至他的能力啊能够把死人治活我想这个道理王医师比我懂得多了扁戏啊，他有一次看到有个人抬着棺木在他的前面经过，而这个棺木里面装的死人呢，还在流出这个血水一滴一滴流出来恐怕一波打烫才会发生这个情况，这个血水流出来一滴一滴流出来。
那么因此这个扁鹊就站出来，看看他流出来的血水滴在地下地面上，看看这个血水呀、啊、他一看这个血不是死的血，这个人还活着，马上叫他停下来，哎，你不能抬去啊，你也抬哪里去啊，然后抬去埋葬啊，死掉了啊，这是一种妇人呐、啊、女人难产呐 啊没有死，有休克，他马上让他死掉，要抬去埋掉了，哎，没死没死，你放下来放下来，我可以治疗，就把这个棺木打开啊，哎，他真的把药一治啊治好了，所以说扁鹊他能够把死人治活呀，他这一治就大有名了，不用考试了他就出名了，也不要招牌，也没有秘医，嗯，他就这一招就出名了，哎，不得了啊，扁鹊能够把死人治活了啊，实际上啊那个人没死，他看那个滴出的血就知道啊这不是死人啊，所以结果他把他治活了，这是医圣能够把死人治活，那可以拿来比佛，佛就是这类良医啊，医要怎么样才叫做良啊，看看这个字，医按照这个字面的解释啊，医者医也，医依靠的医，医医师的医啊，解释做依靠的依，依靠的依有我们身体所依赖，依靠它生存的，有这种好医是我们依靠它生存，所以医者就是医也啊，能够使你的生命啊安定的活在世间啊。关于这个医的意义啊，没讲完了，我们休息十分钟再讲吧啊，小朋友。